脚印，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邮政话拨，户名，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7-388，012-001-197-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
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、烟供。看见孕妇忽然遭到难产，而使母子丧命，应当了解这是由于过去她曾经破坏众生的蛋或胚胎，伤害生命所招感的业力所致。或许我们过去宿世也曾造过这样的恶业啊，这样观赏的时候也是一种忏悔的心情。